啊，头里不舒服啊，头里不舒服，哎，头里不舒服啊！啊，我又看到费玉清了啊！我每讲一个费玉清的故事啊，不是讲同一件故事，虽然讲起来内容比较像，但是呢，每讲一个故事都是对应的摇摆语啊。虽然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好几次费玉清的那个信息进来的啊。每进来一个都是一个外力，每进来一个都是外力啊，每进来一个，都是一个不同的外力，不要以为我看讲的那个讲来讲去内容一样的，好像是，内容一样是一样，但它的背后的外力是不一样，每个外力，对应后面一个来报复他的人啊，也不一样，也就是说费玉清这段时间麻烦大了啊，好多外力来找他麻烦啊。来找他麻烦的外地人都是在他那个演唱会上，讲笑话的时候啊，或者模仿人家动作的时候，对应的一个残疾人，残疾人本来就觉得很痛苦，又觉得很羞愧，被费玉清这么一表演以后，就更加把他的那种隐私啊。传出去了这种让他羞愧，每个被费玉清模仿过的人都羞愧难当，这个历经心理煎熬以后，很快就去世了，很快就去世了。那些残疾人躲都来不及躲啊，就怕被费玉清碰见了以后，看到他的动作以后，马上要会搬到舞台上面，所以说，简直是，在人们看来，费玉清好像是一个清洁工，扫垃圾的，看到哪个残疾人就被他扫进垃圾桶，看到哪个残疾人是就被人家扫，就被费玉清扫进垃圾桶，现在那些河里把那个费玉清送到垃圾桶里边了现在已经在医院里边快要进垃圾桶了啊。好，知道了啊，知道了啊，好，再见啊，再见。